那个我们现在刚跟那个亨利市长一起看完那个 4DX 的钢铁英雄，我们现在访问他怎么样怎么样，看完的感觉超棒的，因为刚就是前面的剧情非常精彩，然后到后面一直打一直打，然后那个房子一直掉，然后车子一直掉，然后一直打打。没有，我觉得就是说好像2D 的一些，就是大家如果只看到那些打的片段呢、啊，好像是没有意义这样子。看2D 也是不赖，但是那只是享受到剧情，因为他做了非常非常精彩的特效。我觉得真的要看特效的话，真的要看 4DX。对啊，而且我觉得一直感受那个震力。我觉得你看它几乎是五感都包括了。对啊，就你看触觉、听觉、视觉味道。对对对对，而且是不是米勒球刚好放屁？但是。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什么清有啦，有泥土味道，我有印象大概是两次这样子。对对。所以亨利市长怎么样？然后其他还有什么烟雾啊，还有水啊泼上来啊，然后那个一直在摇，然后后面还有人帮我报按摩，尤其是中弹的时候，然后后面一直有人报按摩，超爽。给几分？给几分？十分的话我给8.5。哦，为什么？对，8.5。你说这个？那你要问地球公吗？我给2.5，怎么样？我给为了史密斯面子2.5。好，谢谢李市长。